中的时候呢，再来邀请我们的 DJ 大 B 来进行我们的演出。那么呢，再一次呢，跟我们旁边旁边的好朋友，给我们的厝边头尾说一声，真的不好意思哈、哦。今天呢，那你见面会非常的欢喜，好、哦、来到收听。今天是我们的演唱会，三年完可以好日子，非常的欢喜哦。所以呢，再一次的如果有噶咱的厝边扎走的所在，再麻烦我们所有的厝边头尾多多的包涵，多多。的海航啊，不要再麻烦我们的警察大哥了，好不好？尽管的，安怎？无啦，我想讲你要跟我讲什么哈？好，在有任何问题呢，都可以来告诉我们的主人家，或是来到我们的欧尚 P 老师这边，来跟我们说一声哦，我们都很开心的，我来为大家服务哦。好，好的，来，紧接着下来呢，下一首歌曲呢。哇，一样在一首歌曲之后，再麻烦我们的，我在一首，然后再麻烦我们的舞团可以稍作准备一下咯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接下来带来这首《红色高跟鞋》，送给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。这首歌呢，大家应该都听过，对不对？朋友们，那有看到？
到越来越多伙伴们，越来越多伙伴们都准备好，待会呢要进行的这一场盛典。那么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，因为疫情呢，现在只是逐渐的趋缓，所以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像看看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每一位呢都有把口罩帮我们戴好，真的是做好我们的最棒的榜样哦。那么一样哦，我们旁边呢，我们的主人家都有准备我们的垃圾桶，所以邀请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我们尽量当一个乖宝宝，让大家呢，我觉得让这边回应啊，尽量是树立一个好榜样。我们垃圾不落地，口罩帮我戴好。那么紧接下来呢，舞台上呢，一样是大家呢期待已久的集团呢，一样呢，从高雄呢热烈邀请大家都推荐来到现场的，来自我们的。